即係設計師有心目中有一個夢㗎。設計師心目中的夢就是有一天能夠有擁有自己的 brand。即係我諗設計師心目中真的是咁樣，即係想擁想自己 create 一樣嘢出嚟係屬於自己的咯，係表達緊自己的咯。咁你喺個行業裏邊都冇空間，咁我咪唯有自己出嚟自己做咯，自己揾空間俾自己做咯。在我心目中不是的，在我心目中開心的 value 是大過現兜兜有一嚿錢給你，因為你有一嚿錢你還要拿那嚿錢去洗，洗完之後你才得到快樂，但是快樂是你不用錢就得到的，就有的了，快樂就是快樂，不需要任何的 support， 但是錢是要用 你洗了換回些東西回來你才開心，有些東西東西吃放在那裡吃了吃了落肚真的很美你才開心，但開心就是開心，不需要任何東西 support， 開心就是開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吳嘉怡，我是一個很喜歡畫畫的香港人。